台上的参赛者认真的唱着歌，台下的观众忙着拍照。这是新竹正道有线电视所主办的绿水里联欢歌唱大赛，吸引超过20组参赛者，近百民众热情参与，更有有趣的有奖问答与宽频体验活动，希望回馈乡亲，带来更好的服务。这个活动非常的好啊，也感谢呢正道跟我们凯擘呢，以及我们的美华影视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可以大家一起合作来办我们绿水里歌唱联欢比赛。我们今天报名的有20几个，原本有30几个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有浓缩啊，然后到25个左右。对，为了回馈乡亲，新竹正道在暑假期间即将前进新竹各社区，举办一系列歌唱大赛，与民同乐，更准备了许多精美小礼物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今天很高兴呢，新竹正道在绿水里举办这个联欢歌唱大赛。那接下来呢，为了回馈乡亲们呢，我们还会陆续的举办2场，还有一场就是在立功里，另外一场就在港南里。那请大家密切的注意我们新竹正道 FB 粉丝网，我们会在上面呢公布我们的活动的时间，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。现场呢，我们会有提供有一些体验的奖项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。企业回馈社会，新竹正道有线电视透过歌唱大赛拉近与民众的距离。整个活动将延续整个暑假，欢迎民众到新竹正道脸书了解更多歌唱比赛相关讯息，一起来以歌会友，度过快乐的暑假。凯擘新竹陈若怡宏采访报道。